My name is Will. I've been living in Asia since 2007. Through this channel, I want to showcase the authentic martial arts I've experienced here. This is Monkey Steals Peach. In this series, I'm in the multicultural micronation of Singapore. To explore the arts of Chinese Kung Fu and the art of Malay Silat. In today's episode, James is taking me to see a very rare Kung Fu style practiced by the Hakka people called Lau Gar Gao or Liu Jia Jiao in Mandarin.今天会怎么试播师傅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客家拳的来源和它的历史以及它的特点客家拳是从少林寺那个河南少林寺传出来的当年被这个清朝皇帝放火烧掉过后呢这些和尚他很难算去到别的地方因为交通不利便 你要到武当山最少要走一年才能到所以他们出来就是在河南乡下养鸡养鸭留长头发他也不敢说我是少林寺出来的等一下给清朝皇帝抓去砍头后来就从那边开始一直传到南方都是从河南传到南方的 我想首先讲到客家拳应该要讲到客家人这个民族的这个迁徙从中原到南方这个都是跟他的武术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中客家人他是中原人其实说了汉族基本上都是中原人但是你像广东福建的汉人呢就来的比较早包括唐代的时候可能就很早就开始到福建啊广东这边客家人是中原人他留在中原时间比其他人长 每逢有战乱他就开始老百姓就移居就往南迁一波一波主要是慢慢形成的当来到南方的时候呢很多肥沃的土地尤其是沿海一带都被其他的人给占住了所以这个客家这个客字就是这么来只是来当地做客你不是本地人你是来做客罢了所以叫客客家是这样子这个名字是这样起源是这样所以客家的特征是他 只有到山上去他到南方的时候他沿海最肥沃的土地没有了都是山地都是在山上你包括现在从中国地图看除了个别少数像海丰陆丰之一样沿海他都是客家的其他的都是在粤北闽西还有赣南也就是广东的北部福建的西部还有江西的南部这个三角地方主要都是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在那聚集 那一个是高山，都是高山。他们那个没有那个海边嘛，所以客家人本身就是对这个山上习俗啊、草药是比较精通的。像新加坡和南洋早期开药材店，不是全部，但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因为他们本身在中国就是那个环境，他对草药种草药，就是这样子。那他客家人就土楼，也就是为了保护他自己。 但只有中国这么多民族。
所以客家人在南方他是属于少数民族，虽然同样是汉族，但是他是属于少数民族，是被欺负的，是被其他人所排挤的，是这样。所以客家人早期相当要团结和保守。对。你像刚才全套里面一下这个一下啊一下这个那、啊、这个就是说带钱的你喜欢是区啊是对的就是这样子啊类似一下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个东西啊就比如说你先拿啊这样子我们修着以前是用手指，现在不用手指，太毒了。这个太毒了，一下去就是这样子。你肝脏那哪里打中会破裂的里面。我们俩这个基本上重要的很多时候都是打肋骨，对，都是打落骨，要不就是颈下肋骨两肋。所以我们的拳的风格，其实跟很多南方客家人是一样的，他必须要收肋收重。我们是要收住，而不是说放的很开始，都是要收住，啊，这是一个特点。那请问一下啊，既然客家人都是由黄河流域而来的，原本是属于中国北方的人啊，我们看一般的北拳，他们的风格是长桥大，那目前的客家拳多数都是以管桥踩马为特点的，他们的武术原本是从这中国北方来的，他们是怎么从这种长桥大马的风格变成现在所谓的客家？因为他从北方到南方，南方地方狭小，山多，他的地方凹凸不平，所以他把它缩小，由长拳变成短拳，改成短拳，长桥大马改四六步。所以这就是这样传承下来，对环境所必啊，所以一定要改。那个地方啊，不像北方一片都是草原这样平的地方，它有高有低，所以它就找到一个四方地方就可以，在桌子上就可以打拳了。我们有一个说卧流之地就可以打拳，我们现在我们一个就是有更改。八仙桌上客家拳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地方很小，他就可以打一套拳了。这个形成也不是一天两天，它是一个过程。很久很久，然后一代他把武术、中原武术、长拳、长桥大马一直往南迁。所以说，不断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师傅都添加了，根据当时的环境和背景他必须要调整，所以把长桥手改为短桥手，改为长桥大马，改为四六马。三年了，我要教我了。那这是远的，然后有一种是近的，就是近的广东就是，那跟长城也不一样，你报什么没关系。我是中国人打的，就是说两只腿打弹过去。哎，那为什么？To the knees。To the knees。不是踢哦，踢了踩下去。踩的爆，他整个就这样子。我也感觉到有几分戳打的，对，对，后面是这样子的，前面就是这样子，都是，前面是这样子，手法。哎，你们还有很多靠山打，是吧？敲一大，就近距离的，对对，打一下来就。当然靠很多时候靠，都是在靠，所以旁边有人，你看这样靠，慢慢练，走，所以他那个但是走，跑一走，跑一走。我没有说他就没有看到你是锅练的，这是我没有看，这是我是讲的导，没有看到啊，这是一种在我不能一定要用特讲，刚才说的靠，因为我是根据他的速度和距离，
我决定我的时候我不能打油上。因为我靠上来就打油上。一切经济的事不管做不了不能靠上来。其实这种武术都是一样都有这样的。其实呢靠不准。什么叫给你靠经济一把有两个结账两个是不是两个掉。对刚才我是因为一个掉你看你掉上来是好打。哦，现在手机啊，我讲完了，我刚可以，我也想，一放，啪 ，OK。如果说两个掉是我前面的，两个掉，但这个很危险，八不会这么做。假设现在掉了，这个是你从那边吗？啊，一拳击不错，啊，这个是拳击，会灵活的拳击。那你们能不能再介绍刘家教？就是你们练的刘家教。刘家教我们的祖师爷是刘祖奇，刘祖奇他是正式从河南少林寺学出来的，他弟弟刘祖成，由刘祖奇、刘祖成传下来就教到这个潮州方面的刘凤山。那么从刘我的术功就是跟刘祖成学的，当年刘祖成是在上海。赌场里面做打手，哈哈，我是从那边做，好像是那边做打杂啦，或者看看什么东西就跟他学。那么虽然说呢，这刘子成来讲啊，他在里面做打手来讲，他可能有伤到人了，在监狱里面就遇到一个江洋大盗。那将来呢？三年后要砍头了，在监狱里面，他就跟他学到三年了。后来砍了头，他跟他收尸，啊，下来就跑到我们乡下，一直传到现在。我们这个刘家教这边呢，主要是来自广东的大埔的，大埔的大埔公州。刘家，刘姓人的，就是流传下来。然后他怎么来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哦，马来西亚、新加坡是为了那个时候我出国玩，专来赚吃，因为在乡下找不到吃。那么有时寒天的时候要饿肚子，没有办法，就要跑来新加坡、马来西亚赚吃。很多都是以前在中国赚不到吃，就跑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或者沙劳越这些地方。然后在新加坡之后，刘家教是怎么样的情况？刘家教当时来到新加坡时，他也不要跟人家斗士，就只是出来传扬、传给这些。在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这些防身的，不去跟人家，好像是拳脚啦、打擂台这些全部不要，就这样一直传下来。客家人他是比较保守，尤其是在早期，早期不大要叫人，不大要叫，他都知道只有叫他自己客家人，所以他的来源就比较少，也不会说像现在怎么去发扬这么大，就是可能收了几个徒弟就传下来，就是这样子。而且过去他们客家人只传自己客家人的那个种族来，外姓的他都不传。很多时候都是在自己的祠堂里面，就是客家宗族啊，对，或者是说客家总会，这里面他们都在那边传，当时主要是在那边。那刚好这个是师父的这个叔公嘛，叫子光，所以他从小就跟他学。我要见到我师公。好像这个王海棠梅县人，他是周家坦安派的，他来新加坡教前三十个学生只收三个徒弟而已，他不收多的，你们跟他来跟他学，他是要照教，正式徒弟只有三个，一个姓周，一个姓连的我的师兄，跟还有一个什么名字，一下忘记三个。有另外一个补充，我师父就除了刘家教之外，后来就是刘他叔公再带给介绍给
连城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师公啊，连法身重新再学多再进修了、啊，后来连法身师公死过后，他就跟做刘仁坤在深造，所以我这个律师师公的他是当时从哪里过来？从闽西过来啊。他也是来，就是不能专车啊，在中国不能专车来到这边了、啊。曾经在泰国啊，他那个莲法生师公呢，他是功夫他的武术呢是跟他的舅舅学啊，对，他的舅舅是这个廖阿鼎，廖阿鼎也是在大武校，大武然后他的功夫呢是福建盐城学的，对，但那是很早，那是清朝末年的时候。从连城过来，那他就传给了这个莲法生师傅。莲法生师傅呢，他早期呢，年轻他是从中国到泰国去，先到泰国去。那在泰国也教拳吗？那泰国他是为了生活先没工作，但是后来听说是因为中国他的自己的主家的那个产哦的一些田地啊，被人家占领。所以他为了回去没有盘缠了、在泰国打了一台全生死状啊，那种生死状的打一台，那是一触手啊，打死人。虽然赢了，打死，但是打了那个盘缠回去中国，把占领他的那些田地的人赶掉过后，就跑回来新加坡。不敢去泰国了，跑回新加坡，一直待在新加坡，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他跟师傅的叔公廖子光呢是好朋友，所以当师傅学完这个刘家教之后呢，自己这家族的刘家教就正式拜莲法师师傅，所以这两种拳术风格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其实简单的讲，其实刚开始最初学的时候就是这个部分，对，就是这个部分。这个也就是跟我们前进的这种方式，当然也有总部，这个也是必要的，但是不如你总部，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最根本的这种方式。那请问一下，师傅可以向我们示范一下刘家教步法的用途吗？很高，不用。那其他的不要讲，因为手散其实大家都有练。我现在只是讲说，我们可能我们最基本的那个，像刚才讲的，你先打的话，我就上去了，就是一个简单的这种东西，切身。那就比如说，我上去，你坐着上去，对半，我再上去 ，go。好，小心，还是点到为止的。他这个步伐就是才相对。切入、退后、再切入，就这种方式。手桥跳手。因为我们老一辈有讲，简单适用，讲破不值钱的，所以一去就进去了，没有说摆什么架来没有，就是一大套就进，一进碰到他身上他就跌，就倒，就这样。OK。还是注重快中啊，对，还是快打慢最重要的，都是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啊，你一练惯了的时候，手一大就过去了。这个是比较好，因为刚才我说，我们主要很多时候都是打肋骨的事情啊。客家拳有很多都是一只手指、两只手指、四只手指，而现在年代不一样，我不需要用到这样的手法。那刚才我知道，我们这个客家拳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手法，当然有些是高，有些派别是高，有些是这样的，有很多这样的手法来应用比如说，这样不要稍微，这是一种。那在应用上，还是回到刚才的步伐来说，对，气球，对，这个很手法。我现在也是。时间方面
你有这样大的年龄了，把他把东西全部传扬给他，由他们再传承下去，才不会失传的。一失传很可惜的，数千年一直传下来啊。你保守，以前的保守不要管啊，现在我来讲就全部要传下。所以你看，我现在有很多在这边学的，啊，好像你的也好，哎，你的双刀你跟谁学跟谁学，他是跟他跟谁学，照教下来，不像以前，对不对？不过现在中国也是，你要钱来学，没有钱你学不到东西。对，我这边随便，你肯学，我就叫人教你，啊，就这样。其实已经有很多已经在这边这个失去了，嗯，老一辈的师傅已经不在了，所以已经像现在今天和五十年前已经少了很多，嗯，少了很多，所以我们就不能让这个再继续少下去，嗯，只能继续努力。不能，请问各位，对如何保留与发扬传统武术有什么看法？下一代肯不肯学？靠你们了。我们现在我们是肯教。首先，从应该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自身必须要有更开放、更开明的那种思想，心胸要放得宽一点，不要再完全局限于本派，或者是说，哎，你给我强迫病了，没有，只有打开这种观念，才能够传承。而且传承的方式可能跟以后、跟以前问题不一样，不能同用同一种方式来传承。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看就看学生们是否愿意去学。那这一部分应该是比以前少很多，那只能看有缘人吧。不要把数千年来的东西一下就失传了，很可惜。OK。Thank you.